午睡着了，然后我才出去吃个东西，然后回来都休息一下，因为我本身就是肠胃不舒服，然后我都休息完我要上楼了，然后就发现我在跟那个烟雾，然后本来想说出去接那个外小孩救出来，然后我根本进不去。你那时候进去的时候，那个火灾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？就整个烟雾都很大，然后还看到一点火苗。所以你想要冲进去救就对了。对，我想冲进去救小孩子。出门的时候，我就后面小孩子发生这种火灾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当时那时候没在现场。我只接到电话，老板娘同事还有室友之间就是跟我讲说，叫我赶紧回来，说小孩出事，然后有火灾，我那时候就赶快赶紧回来，这样子就到医院。